一杯手冲咖啡是一段时光的凝结，萃取出来的是每一个咖啡师的记忆，在一圈一圈的注水与等待中，诠释出他们心目中最美好的味道。我以前开店的时候，客人也因为喜欢我的手冲咖啡，所以时常聚在店里，为了等一杯他们喜欢的味道。我就想说，为什么没有一种工具或是一种器械，它能够帮助我去做很稳定的去做这个冲煮的动作？我们团队花了3年把它做出来，实现了这个梦想。手冲咖啡最迷人的地方，在螺旋式注水过程中，能均匀地萃取出有丰富层次口感的咖啡。Autofish 透过特殊的机构设计，可以产生内圈慢、外圈快的注水韵律感，合乎锥形滤杯咖啡粉量中间多、外圈少的萃取逻辑，也是咖啡口感层次的来源。每一个咖啡师都有自己的冲煮手法与哲学，透过 Autofish 可以把他的冲煮手法像刻录黑胶唱片一样，只要按一个钮就可以听到美丽的声音，喝到他的手冲咖啡。双锅炉与保温系统的设计，可以一直维持冲煮的水温，达到不间断连续冲煮咖啡的需求。正如同品尝红酒的庄园文化，精品咖啡也是品尝风土地域之味。在高端消费体验的场合里，如果可以喝上一杯手冲精品咖啡，那才是莫大的享受。 Autofish 是手冲技艺与科技的结合，使用 Autofish 冲煮咖啡，则让很多场所都能简单使用，消费者更容易喝到好咖啡，也凸显咖啡师手冲技艺的珍贵，就像留声机一样。它可以保存咖啡师的记忆，重现最美好的味道。那这不就是我们咖啡人所追求的吗？